后自然在谈的就是说，人其实是自然里面的一部分，那人如何跟自然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和平协调的一个方式共存在地球上。这个植物拿到你手上之后，你必须去将它拆解，重现它的一个样貌，等于说你在帮它写一个自传。周六周日台北双年展专辑就在公视艺术很有事。